哎呦，那您这个还真是太难得了，没想到您87了。你呀、啊，岁数大了，你全明白了，什么儿女情长，这个表面的、嗯，都是表面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总。这在东四北大街呢，遇见了这位87岁的北京大爷。您别看大爷87岁了，但是没有任何基础病，这次呢也没阳。为此呢，我们讨教大爷呢，大爷告诉我们3点长寿心得，为此分享给大家，看看有没有道理。还有就是老爷子62年10元钱买的房，不用招房子的急，我觉得更为重要。不知道现在值多少钱？您这退了吧？87了啊？有您87了？哎呦，这87能这样，真是，老爷子太棒了。我跟你说，小伙子，你年轻、哎、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！什么事儿，社会上的别当真的，别当真的，都是假的。不是您这87给我们传传是吧？我也想活87去。哎，心大着点，大点，脸皮厚着点。好，什么事儿都别当真的，都是假的。明白。等你老了，等你岁数大了，你全懂了。明白了。这个那个，真是，啊，没真的，全是假的。你吃了喝了，身体壮了，这是真的。这是真的，别的全是假的。这是自己的，是吧？嗯。哟，那您这还真棒。这次那个阳了吗？啊，您还没阳啊？我看您这个基础病没有，是吗？哎呦，那您太厉害了，多好啊！下凑，就是什么事儿呢？搁这下完啊。哎呦，那您这个还真是太难得了，没想到您87了。你呀、啊，岁数大了，你全明白了，什么儿女情长，这个表面的、嗯，都是表面的，儿女情长的咱都不要了，是吧？我去、啊，你有这个，天天围着您，你没这个，干什么了你？不是，老爷子，我一看您有钱，您肯定退休金比他们别人高，不高，5000多块钱。哟，你还不高啊？那您这个怎么还？哎，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，就是不往心里去哈啊！什么事你都当成真的，较真儿，就麻烦了。没有，真是，啊，说的太好了。你说儿女他有家，你老了他能伺候你？不可能的。您现在就是自己过的？我们两口子过。老两口，老伴儿也岁数不小了吧？81。哎呦，你说您这个好家伙！这才是那个什么呢？幸福的一对夫妻呢，老夫妻。瞎混。住的房子宽裕吗？您？不宽裕，一间半。一间半。62年买的，10块钱一米，我买的。啊？我是62年买了一间半，一米10块。10块钱。嗯。那这个是十几平米？27平米。27平米，嗯、那就是270块钱。嗯。哎呦，62年，那会儿10块钱也值钱。那会儿我挣多少钱呢？那会儿10块钱也估计现在得上万。8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，你吃饭就8块。哦，就够了。国去8块钱。国去啊？规定，国家定的。啊，就规定八块。规定8块钱。国家定的8块，不够8块的给你补。哦，规定的8块。哎，一个胶圈，一个芝麻火烧小烧饼啊，这两个一人一个5分钱的。哦，5分钱。嗯，那会儿是哈。5分钱的。啊。现在这不行了啊！现在一个烧饼得那什么？现在了不得，现在一个烧饼得现在有2块钱的，有吗？有2块钱的，1块钱的也有哈。哦，实际上啊，可能您还年轻，像我们那年轻的时候40块钱啊、嗯，到现在给我们退休费4-5千，还等于了40-50块，一样，等于、啊、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一辈子。没出去五六十块钱，你看，没有这事儿。购买力差一样，累着是吧？对对对，真累着。累着吃哈，啊，真是。我说你说这国家，你说物价上说好吧，到时候买什么都有啊，但是钱。不，他现在就是说，像你们年轻吃的东西没法弄了。现在哈，差的个乱七八糟，这绝对不成。现在这东西不如以前了，质量不行了。所以您看，您长寿就以前吃以前的东西吃的。现在的菜搁两天不吃烂。真是各种的色素都15000多。15000多。干嘛了？记住，小伙子，马马虎虎，心大的点。好。脸皮厚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咱们就说这个大粗话，大实话。嗯。这个话呀，话糙理不糙，最实在，是吧？不管你在单位也好，你在那个社会上也好，在家里好，没完没了的较真儿，这完了。就完了。这就完了。真是，啊，不能较真儿。
啊，心宽点，脸皮厚点。哎，对。啊，吃点好的。别的说什么没听见啊？说什么了？厚不了不行，您厚不了，您就那什么，承受不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管怎么练吧。咱们中国有个毛病，一代代的人呢，从上往下疼。对，这最要命。应该是从下往上疼。对的。是吧？现在他大了，成家立业了，他没工夫管你。对。你有病了，他那孩子有病，先得给孩子瞧，你这往后过。哎呦，真是现在的事儿，他就这事儿。您说这没错，嗯，实话，嗯，现在这个我这孩子还没吃饭呢，你等会儿吧。啊，应该先紧着老的。哎呦，是吧？做不到，做不到现在，这个敬老爱幼嘛。说着玩儿，说着玩儿，是吧？先得敬老才能爱幼，对吧？你不敬老怎么爱幼啊？咱们中国做不到。做不到，嗯，没环境，没条件，那个个人长大的成个家，你也得套住自己了。对，你这个什么事往后退了？没错，嗯，行了，几位忙着啊，老爷子，那个马上春节了，提前给您拜个年，多谢多谢，祝您健康长寿，多谢多谢啊，好吧，哎啊，多谢，回见，谢谢您啊，好，谢谢谢谢您，您看您这一席话，我们受益，多好啊，瞎说啊。啊，好嘞，再见。谢谢您。你看老爷子一席话呢，真是让人受益，但是真正能做到的能有几个人呢？我们走胡同就是希望多听到这些老人的生活体会，让人们从中受益。其实现在的老年人真的感觉孤独和无奈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对此你有什么感受，欢迎留言评论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